还不要了我。今天来给俺小姑呀提娃上来，也不知道来早来晚，反正今天啥子来，你都来混口饭吃了。反正来混口饭吃。你看屋里的都干啥了？对。我来不晚吗？不晚。娘。哎呦，今天晚上怪好，又大又好哈。这干的，真棒。俺乐啊。嗯。你是来干活还是来混饭吃的？我是来干活的。我是来混饭吃的。我给你们好以后没接，不然哈掉了我这看不清楚。啊，行。你看今天啊，鱼水调和哈，花生都好，花生真好哈，先生哈。你们今天花千把斤哦？千把斤啊？嗯。哇，这颗粒饱满。你在那吃的还在那干啥？偷闲。梨拿来了一块，来一大包，胖子你来一斤。哪个大伙？哪个？先给这两个人一个，来。他没干活，不好意思吃，知道吧？干不都不好意思吃，还有泥味。这个熟钱米，把手套拿来吧，擦擦。没有你的。俺不吃。你来晚了。俺不吃一个。你喝都没干，给你吃多了。你俺三哥疼你吗？还得给你吃一个。我再给你吃。俺不吃。俺三哥，你吃，你吃你的。这个全这个水，不要的，要不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一个，不要的，吃大了，不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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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做鸭的看。哎呀，我真好，那河没干，你就得开始吃了。上家饭我得给你吃，这里好吃的，谢天。我要俺小姑来家哈，不要叫弄的酒啊，你好好喝一些。我要干啥？你顶顶还弄什么？还弄个板凳啊？哎呦，企划生升级。哦，这有俺小叔上来说，企划生升级啊。管。年龄大了，转不到腰。哎，对。那俺也转不到腰呢，俺就像人家双壳板贵着。要买一个，你贵的不买。你贵这个地，凉气进入你这个。胳膊里边去了，哎呀，胖子你不要。时间长了，你就成关节炎了。那俺不跪着，俺坐着，俺也坐在那顶着。那屁股上进凉气怎么弄的？那就排气方面哦，不呲呀。屁股进。花生样拉着就还要给我再接一遍，管。你能设计放假吧？拉俺花果山饭。啊？放假拉上花果山饭。行、哦，那你先去花果山啊。要不拉上海边饭。行，那不好说吧？等到中午了，正好上盼盼家再搓一顿。我有。啊，老弟，我有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妈呀！这弄下来，这那么大劲的似的。你这好事的呀？嗯。别这好事没这回事。行，你好，带好。我的天哪！哎呦，看过姐妹，这是一顿啊！你啊，你过去吧，姐妹啊！你上这边你喝，哎呦，这真多。俺这边叫这个叫花生，有的地方啊，这叫地果子，长在地里的果子叫地果。现在先给你买一条，我不能负责多久。咱俩不上桌，不，我洗脸了。不，咱俩。啊，三姑啊，你把我给弄那么快的，我都跟不上了。我干一块，给你少好一块。一样的，我多干的，给你老人家少干的。啊，你这样干合着我，哎呦我，哎呀，要不给你吃，还对不起你。妈，因为那裤子趴的。葫芦生蛋加一。阿姑哎，使劲干哦，今晚有饭吃哦，阿老弟哎。他那什么叫野餐？你要说这话哈，城里人哈都喜欢搁一块头野餐，搞搞野味哈，野炊。俺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哈，野炊。对不对？这样咱俩好。吃饭喽，快点哥。哎，这个干还是简单的，没弄什么好菜。哎，有菜就行。来，洗洗。啊，干死了。两瓶哦，简简单单，你啊，管青菜炒肉吗？豆腐，凉菜，青菜炒肉，
这是成小虾，滚！还有花生米，还有咸鸭蛋，还有啤酒，还有瓜果酒。哥，你上饭店还不是？俺老在这开瓶水器。我这一茶哈，敬你们酒啊，敬你们俩长辈的啊，来，来喝一个去，来。还有我嘞。我也喝这个。喝。来来来，来点硬菜哦，煎明小虾。嗯，干嘛？嗯，我一次他就讲给我了。那累啊，我赶紧给你吃，先吃啊。走，走。哎呦我，俺俩。哥，你还有玩用你叫？哎呀，跟人家干，跟俺家干还一样的，这。吃不了。俺小伙子发红包给我了，叫我请官带你们去吃。嗯，行，那丸子先好着吃哈。嗯。能吃什么？说。听我的大哥。先好着吃哈。实在不行哈，咱这里花生，这花生卖，咱们再吃出去。够了，够了，再倒给你，老弟。